世竟然调得动神机营的人。镇抚司档案里还没这号人物呀。居然没有配对的武器，难不成魏总兵不调配？私人。这顶楼里的名册怕是个不得了的东西，接得了或许真的有点辣手。
察库已经慌了，应该失踪了一段时间。细仇，富贵人家的死尸，身上的刀啊，不是摔死的。伤口很细，干净利落，应该是个用剑的高手。正面对上，未必能赢。这废弃的白鹤楼不简单呐。刀已停了，从后山爬进去看看。那些庄子来头摸清了吗？市井商贩，江湖草莽，面子上当然是做什么的都有，但他们的路数瞒不了我，都是镇抚司的贩子。确定是镇抚司？哼，吃饭的时候手都不离刀柄，只有镇抚司的人有这样的本事。不过我猜他们没怎么做过伪装跟脚的灵力活，衣服下还挂着明晃晃的腰牌，啊，三个红漆木牌，一个黑铁腰牌，三个小旗，一个总旗。这次来南京的果然都是硬茬子。不知道青云他们那边进展如何，但我们得尽快发动，不能再拖了。这边没见番子，快用青云梯过来。师兄，
听着，小心跟上我。嘘，轻声。这四下有不少贩子，切不可打草惊蛇。本以为某家守在这土丘上，又是闲差一个，没想到还有送上门的功劳。今天，俄该是某家在大人们面前露脸了。来人，给我拿下！清远师兄，清正师兄，我们来了。来了就好，路上可还顺利？山下有不少贩子，都解决了。师兄放心，没有尾巴。城里的情况怎么样？不太妙，从内城到通济门，明里暗里都是锦衣卫的贩子，去义的通道有不少断的消息，怕是遭了不测。若真如此的话，锦衣卫对国公府就已有了不少布置。师兄，仓促之间，即便锦衣卫有布置，也未必见得多周全。当务之急还是救出国公的家小，特别是世子。况且奸佞当国，鹰犬四顾，怎么能让他们得意？不好，看来锦衣卫今夜就要动手，他不到其他通道了，我们先上。是师兄。诸位师弟，走。没见到贩子，快上来！本官还觉得前院的儿郎们不中用，连几个毛贼都拿不下。原来是大名鼎鼎的武当手捉剑，本官已恭候多时了。又是这个毛，沾了血的蚊子一样难缠。昨晚的密信说有新行动，先等暗号吧。
吃点什么。昨个定的香料。哎，得嘞，老板娘吩咐过，今儿的料啊，辣手。茶铺案，白鹤楼。哎，客官来两个。哎，花。明年科举。走进东厂办事儿的地盘杀人，原来是来偷名册的反贼。不过有我在，你和名册都出不去。燕翅刀，没想到你还是个家贼。按照我的手机出去，能活命。你。要的你可真想好了，那我们给彼此一个机会见证。不会留你活口。少侠，酒洗猪刀冷。Ha 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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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.